他们主要今天留我现在是问这一题。哦，真的吗？害我举麦克风举了很久，这样。纳豆其实恢复的情况还蛮好。那大家有看到他女朋友昨天发了那一段那个照片，那其实他很努力的在做各种复健。然后我跟 Ken 啊，然后我老公啊，我们有去看过他，然后一天都比一天好。然后就是。怎么说？就是希望他能够赶快回到我们的身边啦。嗯。那看纳豆的时候，他有特别跟你们说什么吗？做些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就会一直说下去晒太阳，你去走一走，你不要懒在这。然后他就会皱眉头这样看我。我说你拒绝不了我的。他就哦好啦，他就只好下来，就被我们带去晒太阳啊，稍微走一些路这样子。嗯。那除了纳豆，还有没有关心一下大 S 的近况？没有，但是哦，小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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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对不起对不起，没有就没有来跟小 S 有联络啦，因为他不是出了一首很难听的歌叫《九九乘法表》吗？然后又叫我们背《九九乘法表》，然后我有帮他啦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哎你自己姐夫叫他用韩文背《九九乘法表》就好了，大概顶多这样。你也知道小 S 是很怕大 S 的。他有想听到你刚刚说他歌不好听这种话吗？什么？他有想听到他说我随便怎么讲他都可以，只要我帮他录了九九乘法表，他说尽量的羞辱他没有关系，但他就是红啊，没有办法、啊。那他需要来上课吗？你们有没有挑学生？有没有挑学生？那15岁以上都可以，缴得起学费都可以。对对对对。那种冥顽不灵的你会收哦？收啊，就看他毕不毕得了业啊。哦、对不对？对啊，毕不了业是要赔100万还是？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了。蔡小姐，你有看过那个吗？库龙本人吗？很久以前，已经开始歪楼了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。